嘿、hey, ，请问到哪里啊？他这么黑，会不会是坏人啊？这有点恐怖了、要小心一点。世界上有各种花朵，对吧？对又怎么样？哪一种颜色的种子最多呢？黑色的呀。所以咯，色彩缤纷的花朵不都是由黑色的种子长出来的吗？对不起。没关系，谢谢你们。糖或蜂蜜就不一样了、是吗？加了蜂蜜果然就好喝了耶。人参就像是被挤压的柠檬，它的原汁既酸又苦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加些水跟糖，让它变好喝。对呀、一切都看我们怎么选择，毕竟生活也是如此哦。这一天有三个人相约比赛砍柴。哇，你砍得好快哦。是啊，暴龙都不休息呢。时间都不够了，哪还能休息啊？斧头可得先磨砺才行啊。是啊。你也太拼了吧！
想减肥嘛。身材不是一天造成的，要有耐心，持之以恒，才能减得健康，减得美丽啊。没错，躺在床上只会越减越肥哦。不要。你的脾气不要这么不好，为什么要怪我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明明就是你做错事啦。哪有？你每次都是这样子啊！哎 ，B B， 你要听我说。才不要呢！我不理你了啦。哼 ，B B B B， 讨厌的咪酱，好生气哦！臭咪酱。这是我吗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真是又笨又难看。嗨，你好好笑哦，谁好笑啊？好好笑哦！哎 ，B B， 你快点过来啊，这个好有趣哦。咪酱，你看起来好好笑哦。哎 ，B B， 我们刚才为什么吵架啊？啊，不知道哎，我也忘了。每当走在黑暗的街上，我都会想起一个老故事。从前有位盲人，晚上总是提着灯笼走在路上。哎，请等一下，你眼睛根本看不见，为什么要点灯啊？这样啊，大家就安全了。哦，说的也是，连在亮处都可能会撞到人了，更何况在暗夜之中呢？没错，我也害怕被别人撞着呢。替别人着想时，无形中也方便了自己。给人方便，也给自己方便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好黑啊！哎呦！谢谢。路上小心哦，拜拜。